与真群谋，我们要拯救众生。众生为什么叫群谋？群是人群，谋是蒙蔽，就是无知。啊，三毒烦恼里面讲的贪嗔痴，愚痴啊，没有智慧啊，啊，境界错误了，思想错误了，于是言语造作，全都是造的不善业。啊，那我们要发慈悲心、怜悯心，帮助这些众生。众生果然觉悟了，果然明白了，他决定不会做这些不善的事情，不造业。啊，造业逃不过因果，有报应的。菩萨所造的没有报应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放在心上。阿赖耶里头不落印象，高明。我们要学的就学这一招。啊，也跟他一样，阿赖耶不落一下，难，很难。弥陀有善巧，教导我们一个方法：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好，不能放别的，善恶都不能放。啊，断恶。不住断恶的相，修善不住修善的相，让自己的清净心现前。啊，能大师第一个就是清净，清净没有染污啊，啊，造恶没有恶的染污，修善也没有善的染污，所以他不住六道轮回。他跟六道轮回没关系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这个方法我们得学会，与真群谋，我们要拯救众生。众生为什么叫群谋？群是人群，谋是蒙蔽。就是无知啊，三毒烦恼里面讲的贪嗔痴，愚痴啊，没有智慧啊，啊，境界错误了，思想错误了，于是言语造作，全都是造的不善业。那我们要发慈悲心、怜悯心，帮助这些众生。众生果然觉悟了，果然明白了，他决定不会做这些不善的事情，不造业。啊，造业逃不过因果，有报应的。菩萨所造的没有报应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放在心上，阿赖耶里头不落印象，高明。
我们要学的就学这一招啊，也跟他一样，阿赖耶不落一样，难，很难。弥陀有善巧，教导我们一个方法：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好，不能放别的，善恶都不能放。啊，断恶，不住断恶的相；修善，不住修善的相，让自己的清净心现前。啊，南大师第一个就是清净，清净没有染污啊，啊，造物没有物的染污，修善也没有善的染污，所以他不住六道轮回，他跟六道轮回没关系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这个方法我们得学会，与真群谋，我们要拯救众生。众生为什么叫群谋？群是人群，谋是蒙蔽，就是无知啊。三毒烦恼里面讲的贪嗔痴，愚痴啊，没有智慧啊，啊，境界错误了，思想错误了，于是言语造作全都是造的不善业。啊，那我们要发慈悲心、怜悯心，帮助这些众生，众生果然觉悟了，果然明白了，他决定不会做这些不善的事情，不造业啊，造业逃不过因果，有报应的。菩萨所造的没有报应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放在心上。阿赖耶里头不落印象，高明，我们要学的就学这一招啊，也跟他一样，阿赖耶不落一相，难，很难。弥陀有善巧，教导我们一个方法：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好，不能放别的，善恶都不能放。啊，断恶，不住断恶的相。修善，不住修善的相，让自己的清净心现前。啊，南大师第一个就是清净，清净没有染污啊，啊，造物没有物的染污，修善也没有善的染污，所以他不住六道轮回，他跟六道轮回没关系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这个方法我们得学会。